在我14岁左右的时候，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和我还挺投缘的。那么有一天，他说他父亲呢，刚做完胃癌的切除手术，因为他那个癌症比较大，那个胃呢，应该切掉了90%多，就几乎没有胃了。他的胃最多是核桃那么大。他儿子就是说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医生说给爸爸能吃好的呀，用好的就好了，因为爸爸没有多久的时间在这个市场啊，养得好活半年，养不好2个月就走了啊。一边讲一边哭，我觉得好可怜啊。我说那你带你爸爸找我干嘛？因为求医无门，医生就这样告诉他的。医生说我没有办法，因为他那个癌症一旦一扩散，有一天走进心脏，走进大脑，他就会随时就会离开人世。他说你那个走的练的那个东西我弄不懂，你能不能教教他呀？我说这个东西要教他有什么用啊，我也不懂啊。他那个求情又可怜的样子，那好吧，那就跟我比划这个动作就好了，因为很简单嘛。我过去我学的时候是学了8个动作，那我只教给他1个动作他都学不好，他那个动作特别难看，我把他纠正他都烦了。他说我过去什么方法都没学过啊，那个我还刚做完手术。他说让我就将就着点，能够接受他就算了啊，那算了吧，反正你都已经病成这样子了，我也不要求了啊，只要能够走就好了。好，他每走5分钟他就要坐到地上休息，全身大汗，5分钟啊。好，跟我走1个月的时候，他一次不休息能走到15分钟大约，但是他还是有毅力的，他休息一下之后还要会接着走的。1个月之后我就离开了那里，我还要休息嘛，我就走了。那么这是演电影哈，呼一下10年之后一天，我来到这个城市啊，我正在街上走路，正在走路，走啊走，走到大街上，哎，人家听着师傅就喊啊，我就看有一位侠客，结果真的冲我来了，刹住车啊，他不是正常下车，他是跳下来的，哎，师傅，你认识弟子吗？你在跟我说话吗？是啊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说我没有你这么个徒弟呀。他说你真的不认识？他说我想你也不认识啊。他就讲了他儿子叫什么名字，他最早给我学八卦内功。我就很惊讶，我就忍不住，你没死啊？他说你怎么觉得我死了呢？对，我说我真以为你死了，你当时那个样子，那个都叫，就好像已经被土埋过的感觉，是吧？一脸土色，怎么现在真的换了一个人了？哎，因为他也又得病，又退休之后什么都不做，就是练功夫，是一脸的黑胡子啊，真是那个精气神很十足啊，啊，两眼放着金光啊，就是很。那种身体很强壮的那种感觉啊，特别好。他就给我讲了他整个这个修炼的这个过程啊。等我走了之后，他每天修2个小时啊，他的身体就累得受不了了。到后来他修到3个小时啊，再后来修到1天修4个小时，他觉得他的命危在旦夕，医生治不了，所以他只能自救，哎，他就修炼，哎，到后来呢，他一个人走的没意思，他就挂个招牌，啊，还怕人看不见，那个背心上用笔写上，啊，那个时候不叫八卦内功，八卦，啊，免费教授，啊，就是这样，背心的前面后面都写上他，结果他教了一大群人，他就带我去见那一群人。少说有10人，多则100人。他说最多的时候有300人跟他走八卦，嗯，跟他走八卦，给
给弄成的，那个公园的有一半地方全叫八卦内功的人给占了，啊，因为后来很多人练武的都改行了，全变成八卦了，哎。